狗狗往狗窝里藏东西被主人抓个正着，傻狗瞬间不淡定了，焦急的样子笑得人肚疼。啊，你来干嘛？没看到我藏东西呢吗？偷窥别人秘密，礼貌吗你？不行，我得多干两下，藏得深一点。安全不安全？够了，可以了，看不见了，可以了，鼻子都磨烂了。好了，我没看见，大黑也没看见，啊，好了，你再把它拔出来。他感觉不安全，他也呼呼的，又叼出来了，这个傻狗。藏好了没有？咋又拔出来了？你都看到了，我不得重新藏啊？咋又拔出来了？星球，藏好了没有？他还恼呢，你看他藏不好，他还恼呢。都怪你，不然我早藏好了。你藏到哪去了？藏到你找不到的地方。藏好了没有？算了，还是丢出来吧。就感觉不安全，藏哪都不安全。我好抓狂啊，藏哪都不安全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感觉藏哪都不安全，又掉出来了？哎，藏好了没呀？哎，藏不好就行了，别藏了。哎，别藏了。我藏了半天咋被你们发现了？我跟你说，大黑他刚才在那藏的时候我发现了，我就过去了，他就边藏边呼呼，你知道吧？又藏被窝了啊，又开始藏这个被窝里，是不是还是藏嘴里最安全？你吃不着了，你个傻样，你吃不着啊？啊？我看你准备藏到哪？他是现在不想吃，但是呢又害怕别人吃，到处藏，你这个傻狗啊，你就是。我太难了，天下之大，居然没有我马桶藏东西的地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到底藏到哪里才安全呢？算了，还是藏肚子里吧，这样等他们来偷抢时候都成粑粑了。吃了，感觉藏哪都不安全，最后把它吃了。笑死人了，这是个傻狗。感觉藏到哪都不安全，最后把它吃了。吃了，真是个傻狗，笑死了我。